习主席在会上强调，全军要抓紧抓实备战打仗工作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号在全国人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下令解放军备战，让对俄乌之战感触特别深的台湾人听了恐怕都心头一惊。我们一旦迫不得已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，台独分子、极少数的台独分子。 也是必成的战犯。2年前，中国解放军学院副院长何雷公开威吓台湾，引发议论。在7号这场会议中，除了何雷，还有南部战区空军政委徐熙盛、海军人大代表梁洋、解放军人大代表王振国等人与会。而政务代表中，除了兼任军委主席的习近平之外，副主席许其亮、张又侠、魏凤和等人全是对台鹰派。其中，魏凤和兼任国防部长，也曾警告台湾中国。 不习一战，他们分别后面代表的当然有包括了这个陆军、海军跟空军，甚至于还有武装警察部队，魏凤和也好，或者是许其亮分管不同的这个政的一个部分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实际管到战区的这个部分。习近平大动作要解放军整备，但学者指出这恐怕是虚张声势。其实俄乌战争让中国面临尴尬局面。 解放军距离完全备战，恐怕还差得远。习近平下了两个指令，一个叫能打仗，打胜仗；那所以时间点大概会落在2027年中国建军百年的这个时间点。那现在出了这样的一个乌克兰战争，两会的谈话基本上是对内的这个宣传，此地无银三百两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解放军不能打仗。习近平上个月才要求解放军加强资讯化及智慧化，发布装备实战化鉴定规范。事隔一个月。 再要求军队抓紧打仗工作，在对俄乌战争的暧昧不表态中，先用军事大声功满足浮躁的鹰派民心。三立新闻的张慧琪报道。